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没有敬礼啦。各位中心哈，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吼、哦，咱即马即节课较轻松啦嘿，较无说迄个一寡迄个讲一寡迄个趣闻咧吼。这是秘书长吼、哦、叫我爱甲大家报告，即届阮进前9月初8去华盛顿 DC 开酒会的一寡趣味的代志。啊，直接想到甲。即摆老伫网络看电看咱的迄个教学的人吼，顺便甲大家报告，咱因为吼，咱为着要较紧达成4000个人吼，所以伫咱那边达成4000个以前，所有来上课，咱目前拢无考试，4000个超过了，咱才开始有考试。啊，所以吼，若有去看有网络的人，还袂来上课的迄个新朋友。请你要赶快来上课啊！如果超过4000个啊，该都爱考试，考试吼，秘书长讲考试爱80分以上，该用摕到证书啊。所以即马是用摕证书上较好的机会啊。那用伫网络去看现看咱即个现场的人吼，诶，朋友较紧来啊，无吼，咱4000个快达成了，剩无几百个吼。好，谢谢。啊，即马开始先来讲者吼，诶。我即马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讲阮即届去华盛顿 DC 酒会一寡趣闻啦吼。首先呢，咱先为2008年，遐为遐开始讲吼，大家清楚。伫2008年2月初2的时阵吼，咱台湾民政府吼正式伫台北成立。迄个时阵呢，就是咱是依据吼《万国公法》《战争法》伫台北成立迄个。台湾民政府，但是拄开始成立的时阵的名叫做台湾平民政府，台湾平民政府。啊，迄阵的美国，迄阵叫做美国军事政府。后来呢，因为美国军事政府，因就认为讲安尼较长啦，因敢简缩叫做美国军政府。啊，所以秘书长为着要配合，甲因讲的都较稻谷，所以咱敢改做台湾民政府吼，那个平就把它。先把它拿掉，这样子吼，这是甲大家解说讲，是安怎咱即马叫台湾民政府的意思吼。啊，过来，伫2010年4月25，咱有举办一个全球代表大会，而且是圆满的落幕。就是伫2004年迄阵呢，咱伫台北吼举办了那个台湾平民政府的全球代表大会，迄阵呢有农民党、有民主党、有共和党，有几个党的一挂团体来参加，而且咱选出第一届主席就是陈仲谋先生，是咱第一届主席。但是大家莫误会哦，咱是民主党、共和党，不是即卖什么民进党、台联啊，是国民党这种的哦。因为遮所有的参加的同心，就是当初甲咱做伙去过美国遐一挂朋友吼，一些好朋友。啊，所以咱就是甲美国注册讲是民主党、共和党，不是现在的那个民进党这些哈。啊，过来，伫2010年7月初4的时阵哦，台湾民政府接受邀请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立办事处。以前呢，我嘛是拢伫纸面纸面上安尼看尔，就是讲美国邀请咱。因为伊甲咱设一个平民政府嘛，啊设，因为咱是伊的军事占领地，美国只要有伊的军事占领地的所在，伊拢会帮迄个所在设一个平民政府，就是要帮助伊迄个所在，因
因为战争过了，一定作乱的。伊家设一个平民政府了，伊就教教家的人安怎去管理伊的国家。啊，所以呢，咱设一个平民政府了，美国就邀请咱爱在因的华盛顿 D.C.， 就是因的华盛顿特别行政区呀，伊的联邦大楼设一个那个在因遐一个办事处。这是美国的惯例啦吼，像以前呢，伊伫伊拉克，伊嘛占领伊拉克嘛吼，甲伊拉克小把拍赢。所以在伊拉克设一个设那个底下军事占领嘛，阿马底下伊拉克设一个平民政府，啊，伊在伊拉克设一个平民政府嘛，有邀请因，在伊个美国联邦大楼嘛有一个办事处，相同的这个方法，那么底下有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不是每一个人拢会使设的哦，你像讲民进党、国民党，伊都不邀请他们，伊干那邀请咱台湾平民政府，为什么？因为是林志炫博士带领228个人，在2002年。控告美国政府，结果因为咱告赢，美国伊放弃抗辩权，啊，所以伊就承认我们这个团体，啊，伊敢承认伊要扶持我们，扶持我们未来执政来做准备，所以伊邀请我们第一年迄个时候来设一个办事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吼，啊，等下我会甲大家放影片互伊看，讲咱办事处迄个相片吼。不是讲干那白纸黑字安尼写俩，有图为证哦哈。等一下放录影带给大家看。过来，当年的9月初8，美国邀请咱台湾民政府跟因做伙伫华盛顿 D.C. 就是华盛顿特别行政区哈，诶世纪酒店举办第一遍的聚会，就是甲全世界那个公告讲，咱进行。台湾平民政府跟美国正式合作运作，迄个吼，直接因为吼，这有一块录影带，这块录影带就是第一遍的酒会录影带，因为第一遍迄阵咱还未开始干部训练嘛，咱是成立平民政府，但是咱还未找到适当的所在做干部训练，啊，所以咱无足侪志工的嘛，无录影设备。这是美方，咱迄阵的酒会，美国甲咱录影，啊，录影的时阵，伊将录影送予咱秘书长，秘书长甲改做，改换成那个叫人专家改换成一个 CD 吼，足侪箱的，咱迄阵的迄个志工吼，每一个人拢爱认购一箱、两箱、三箱，随在人认购了吼，啊，我迄阵认购两箱，我有摕一寡囥伫咱民政府家。上好民政府做义卖吼，如果那大家有兴趣，想要看讲第一遍聚会甲第二遍聚会有啥物差别，会使甲咱的志工遐甲问看卖看，唔知要有出无，我唔知，好，甲问看要有无，好，啊，这就是讲吼，这边的聚会吼，就是美国官方甲咱台湾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聚会，和美国的媒体形容讲是宋美龄以后台湾人上个成功的聚会。这嘛就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足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吼，予咱台湾未来真正前途见到一点点的希望了哈。过来，我甲大家报告讲吼，当年哈都是2010年10月时，咱第一届台湾民政府法律学院正式开始上课，这就是咱第一遍的迄个，因为吼咱。咱伫2008年那个成立民政府了，秘书长伊就一直去找场地啊，要来做干部训练。啊，美国嘛有甲秘书要求讲，啊，你也想要执政，你都爱训练一挂干部出来，啊，你要赶快想办法去，因为要无中生有，要无中生有是我真艰苦的物件。咱尤其秘书长伊也用台湾民政府，咱要去人租场地，一定要用台湾民政府的名义嘛。结果足侪人啊，听到台湾民政府。都唔敢做咱，所以找一两年，要找那个适当的场所，我找了很久。后来有一边呢，迄个政治道阿公，伊就是对秘书长足久啊，2002年，因为我等下讲吼，伊带尤先生就是咱这个处主来听秘书长的演讲啊，啊听了伊就足认同秘书长的想法，伊甲秘书长讲，伊有一间。有一间厝啦，足久无用啊啦吼，啊延保是予咱民政府吼去使用安尼啦，啊但是因为我真久无精力啊，啊伊就讲，
伊就迄个全秘书长甲讲，政治大讲来看，看看秘书长看是真假的，讲好是好啦，你房间足侪间的啦，啊，但是拢无大间的教室啊，安尼阿盖都无可能做教室来使用吼，啊嘛很足可惜的啊，就少了一个教室安尼啊，啊后来就想讲安尼无要去找别个所在，尤先生听秘书长安尼讲俩，毅然决然第二天随叫工人。将即个房间拢总讲讲掉，所以咱各位同事，你即马坐即间教室，以前是拢一间一间的房间哦。伊为着讲要予秘书长实现他的愿望哦，伊都没有征询秘书长的同意，伊就拢将迄房间讲掉，啊，就阁叫秘书长来看，讲你看，啊，我讲即间安尼有够大间无？那无够，后壁阁来讲较大间安尼啊。秘书长看伊讲，吼、哦。想不到他是真的呢，他是讲真话，因为足侪人拢甲秘书长讲，哦，要关啥关啥，但是嘴讲啦，实际上拢无实际上去做，但是尤先生伊是脚踏实地，尽量去做来看。哦，秘书长当然嘛无得推辞，讲啊，安尼好好好，啊，就用你这个所在，啊，当然伊就开始整修啊，吼，就开始叫工人赶快整修啊，涂卡用啦，吼，啊，个墙壁因为足久无用嘛，拢嘛脱墙。拢脱落嘛，生壁癌嘛，都规个拢阁叫人整修，安尼一到安尼开完开三四百万咯，所以尤先生嘛就大出手，我花很多的钱。啊，因为咱民政府足善的，咱完全拢无靠外靠的财团来甲咱支援，完全拢是靠咱两百几个人。阮当初两百几人个美国，个美国的费用，阁兼所有的支出都是咱这两百几个人安尼连。欠长内都安尼挤出来的，啊，所以吼，这间厝的装修吼，迄阵是拢开支票的，开支票，啊，就慢慢啊，人啊学员来上课，啊，就慢慢付，一直付啊，啊，尤先生吼嘛真慷慨啊，钱完全拢无放置他自己的口袋，只要开始行了较好啊，较经济较好，就开始甲咱用碰床，用棉罩被，开始拢有，因阮拄开始来上课的时阵吼。拢啊，家己爱扎睡袋呢，含秘书长嘛，家己爱扎睡袋，家扎枕头来，拢完全无像恁即马拢来，拢已经有被有碰床啥拢有吼。阮以前是完全无咧，而且吼，第一届有七十几个来上课哦，第一届都七十几个，七十几个几乎都是当志工轮流。那因为迄阵拢无请人嘛，无钱哈请人，拜四都大家叫轮咧来遮整理啊。扫便所、扫涂骹、揉涂骹，哦，一直到最后七八改了，开始就较经济上比较打得过去，到开始有请人。所以吼，愈后壁来的人是愈好命啦。啊，不过吼，不过会用坚持到现在吼，我无简单哦。哦，你看，咱完全拢是从零开始呢。所以吼，恁今仔有我都来遮上这个课吼。爱足珍惜的哦，爱足可惜的，因为吼，那无一挂戆人，我拢感觉讲我们是大笨蛋啊嘛，无一挂大笨蛋行头前安尼做吼，后壁人根本做哈，你要叫后面一些年轻人可能做不到吼。不过嘛，我见啦，我就是做一个模范，吼，大家学习啦吼，大家。你也想，我安尼行，你就对我安尼行，啊，盖未来一定会成功，因为我完全拢无想着讲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我甲想讲，我这条路紧打开、拍开，后壁人紧对来，安尼就好啊！大家哎，赶快脚步要跟紧了，要跟上来哦。因为我们是走得很快的哦。如果你不赶快跟上来的话，你到时候想讲啊，你哪什么代志都唔捌，因为你就是拢对无对啊。你爱较接来嘞，啊，切等于一定爱读《新台湾论》，一定要读，一定要读。为什么？啊，无你来上课，你又无意义啊！你来上这课，你什么代志都唔知啊！啊，那等于。民政府有我们的变化很快哦，你一项代志你没有跟上来，你讲啊哪拢无甲伊通知，无甲伊通知，有啦，我拢伫网络有通知啦，你拢爱上网去看，我们所有的变化很快，你若一工无上网去看吼，你就足清楚啊，你就会觉得你什么事情都不晓得了，所以吼，大家即马一定爱上网去看，爱学人上网，如果不会袂晓上网的人吼，叫厝的师傅啊吼，甲你教，迄种足简单嘞。哦，慢慢学哈、哦。
虽然讲吼第一届吼足辛苦啊，创业维艰呐，但是迄阵吼，阮有这个场地会用，互阮做训练吼，阮拢足欢喜的，吼。啊，过来我甲大家介绍，讲解释一下，是安怎咱叫同心呐吼？因为过都开始第一届甲第七届迄阵，都来咱嘛拢叫各位同学也是各位学员。然后我一届秘书长，阮在开会的时阵，秘书长有讲，啊，大概拢叫学员叫同学，啊，着甲外口诶一寡公司啊干部训练拢共款啊，啊，着分袂出来讲，这是政府诶迄个特色啊，啊，讲哎，恁来集思广益吼，看用想一个名词，听着知影讲这是咱的朋友，来上过课的朋友，咱要安怎做一个称呼？后来呢，足侪人着想一个一寡名词，啊，尾啊有人想讲，哎，用同心。同心这个名词，安尼的时阵大家也听到讲啊，这是咱的同心，就知影讲伊在上过课，咱叫做同心。啊，是安怎叫同心？就是讲大家有共同一条心，咱要创造一个新的台湾，咱要有一个新环境的台湾。因为咱台湾讲起来四百年来，咱台湾人唔捌有过家己的国家，真可怜啊吼。从四百年前，都开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咱。曾经有八个国家占领过台湾，台湾这个土地插过八国家的旗啊！啊，改咱无爱啦，咱拢要插咱民政府这个旗啊！我们永远不会再改变了。这是咱上界大一个希望。无你想吼，咱国美讲吼，开足侪钱啊，每一个律师的起诉费啊，都要30,000块美金呢，30,000块是90万台币呢。哦，阮大家拢爱倾咧，5,000、1,000、2,000，安尼你有偌济钱倾偌济，无人家多家钱逼你出钱咧，都是每个人自己拿出来很心甘情愿家己做的，无人逼我们的，甚至咱只阮迄200几个人内面，阁有那个资源回，咱讲迄个较好听叫做资源回收，啊讲哈古早话讲捡二纸。欸，阮有人是捡二纸的人嘛，参加阮的，伊嘛安尼捐拢4,000、5,000块，你看伊要捡哈济4,000、5,000块，哎，多少？他一个月无定，甲赚5,000、6,000块，他可以把他一个月的收入全部捐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有今天，真的，大家都爱做感恩的哦，吼。好，啊，过来，哦，我甲大家简单介绍讲，我们开始。第一届迄创业的迄个创始的迄个辛苦啦吼，过来，我阁甲大家报告甲讲吼，咱因为咱第一遍的酒会嘛吼，了，咱安尼训练3年了，美国伊嘛拢美国他们都有看在眼里啦，因看到足清楚讲，哦，恁无简单嘞，因为因美国去别个国家设立平民政府，拢是因美国爱捐钱，因美国军事政府爱拨经费，吼迄个所在。做运作，结果咱家己因完全没有拨经费给我们，我们自己这样苦撑了3年，苦撑三年，拢是完全靠所谓同心，新的旧的安尼，大家一起烧经。你来上课交6,000嘛，已经是5,000，5,000也是10,000，这就是咱的运作。吼，咱嘛有请，以前咱拢无请遮职员啦，咱。无请职员，啊，所以拢完全靠志工，啊，但志工大家拢爱去上班啦，无法度24小时安尼帮忙啊，所以咱刚好不容易请我们几个志工，那志工薪水很低呢，才2万块，几乎整天待命的，我暗时做到12点才做的，所以我是因为迄个心想要付出的，啊，无你一般讲20,000块要请人做安尼，有当做到暗时10点外，阁无加班费的。哪有人做得到？也是他们很辛苦，我们也很感谢他们了哈。啊，所以咱所收的费用，就是支出水电瓦斯啦，所有的费用啊，完全靠咱家己，然后无靠外面的那资源了哈。啊，所以美国看甲足清楚，伊我足感动的哈。所以伊2003年的时阵，9月7日，伊就邀请咱吼，过去世纪酒店遐举办第二遍的酒会兼记者会，当然。这有一个目标啦，我等下甲伊讲，为什么还要举办这个酒会兼记者会啦？哈，啊，而且呢，伫迄个时阵吼，咱有邀请伫
美国一个 ABC 电视联播网，就是2012年专访美国奥巴马总统迄、那个名主持人 Scott Shuman 哈，伊来会场甲咱主持哈。即天吼是真，大家咱本土台湾人热烈庆贺哦。迄天做到的，然后因为我冇参加了哈，真幸很幸运啊。第一遍因为我第一遍我嘛想要去，但是我请无假，因为第一遍讲爱16天还是18天啦，我袂记得。啊，迄阵我都无法一个啊，我敢出钱，我出钱吼，拜托秘书长找一个人去。第二遍吼，我就想讲，哦，我要来啊。第二遍刚只要8天，6天的假呢，所以我就好不容易排了6天假跟去了，然后一只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个讲吼，我即个去酒会吼，我们这一次参加酒会一挂趣闻啊吼。阿哥，等一下我会跟报告说，咱即个去酒会的目的是什么哈？就是我先甲大家讲，咱去迄个趣味的一挂代志，就是讲吼，阮伫九月初四会在9点的时吼，本来吼秘书长是按讲只要18人去啊，所以阮迄阵敢买18张的机票，因为一个人爱10万块。要去的人，家己拢爱，因为咱无钱嘛，所以要参加所有活动拢爱自费嘛吼。啊，一个人爱10万块，想讲吼，10万块要叫人出10万块，一定没有几个人要去啊，所以伊就按照18个人咧。结果想袂到报名截止的时阵，竟然有30几个人参加。哦，秘书长做欢喜讲，好啦，啊，若有遐济人要参加，无就互恁，拢互恁去安尼啦。伊就经过去叫人想办法，搁去买12张的机票。啊，当然机票。分两批买东西，来分两批进钱那个出去的嘛吼。啊，第一批吼，18人吼，潘信行副主席，伊带18人坐达美航空公司，就是坐飞机出发。啊，阮第二批12个人，就是夫人我跟潘良华副主席跟郭会长，我们等等12个人坐第二批啊吼。啊，迄个九月七夕迄天，在九点呢，阮就同时吼。到桃园机场坐飞机坐到东京，到东京的时阵，佮分做两队。第一队就是为东京飞到底特律，飞到底特律的时阵，佮为底特律搬飞机搬到美国的里根机场。啊，第二队吼，就是为东京坐飞机坐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佮搬飞机搬到里根机场。里根机场就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机场啦，吼，因为里根归空气过世了。到将迄机场改名叫雷根机场。啊，阮迄阵就想讲，虽然无共时间出发啦，没有同时间到，啊，就讲大家拢卖出去啊吼，甲雷根机场的海关遐，大家等下稍等，拢会坐了，甲一起出海关安尼。我事先伫台湾就拢演练讲啦吼，都已经开会决定这样子了。啊，因为我是参加第二队啦吼，所以我就讲一寡阮伫第二队一寡趣闻啦吼。这就是阮。这可能是要出海关的诶，迄落吼，这雷根机场要出海关迄个所在，阮底下合照要出去的，吼、哦、啊！这我先讲，就是讲吼，阮为东京，就足顺利坐飞机，坐上了飞机，坐达美航空公司较俗嘛，机票都爱将近7万块，6万7千多，足贵的哦，干那机票钱都足贵啊。然后去加亚特兰大机场的时阵，阮来个坐10几点钟的飞机啊吼，然后到亚特兰大机场落的时阵，落到迄个海关的大厅，哦，阮看见大家拢讲伊讲，惊人，惊死人，规个大厅拢是人，几啊百个，啊排一个，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阮排伫上后边，可能要过要安尼过海关吼，可能也要1-2个小时，然后但是阮的飞机吼，搁40多分就要飞啊。我讲爱惨嘛，那一定没有，一定搭不上飞机，飞机也不可能耽误啦。啊，无坐到的时阵，要搁坐下一班飞机，也无一定有12个位置，因做伙坐无定，分几也批，啊，分几也批，都拢 delay 啊，唔知要变个安怎吼。哦，迄阵我大家都伤脑筋，因为飞机伫天顶飞有半点外钟啦，有慢去啦。啊，迄阵大家都想讲惨嘛，要安怎？这一定来不及搭上飞机了。啊，附近都。甲阮12个临时叫来讲，咱来开一个会啊，看要安怎集思广益，有啥物方法会用，互咱较快速通关安尼无？啊，迄阵潘良华副主席就讲，
秘书长吼，有摕迄个邀请函吼，伊藏伫伊遐，因为我每一个人保管一项物件嘛，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都分别保管安尼啊。阿姨就讲邀请函伫伊遐呢，伊就邀请函摕出来看，讲哎。这规个当中全部英文，都是邀请美国官员来参加咱的酒会的迄个邀请函。啊，就伊就是讲啊，无来试看嘛，摕邀请函，搁摕机票，啊，搁摕咱台湾的迄个公民身份证啦，吼，咱的 ID 唔是中华民国，是摕咱台湾的公民身份证。然后咱讲，咱来摕来甲因海关吼接洽看看，看会用互咱较快速通关无？啊，无咱分机啊赶无到的时候，咱隔一天要办酒会都来不及啊。啊，结果因为夫人英文能力比较强，我就想讲，哎，夫人，你无你个试看嘛，你去接洽看看安尼啦。啊，夫人就讲，好啦，啊，无伊去试看嘛。伊就摕咧，就去海关迄个关口遐，一直找那官员，就甲伊讲，一讲讲无偌久，无到十分钟，伊竟然就甲阮握手啊，讲，来来来来来，伊讲伊边啊迄要开一个关口，要互咱往遐过。哦，我足欢喜，我讲啊，真的哦。用我们的公民身份证，真正已经过关了。过安尼讲，过真正会过。结果真的呢，结果阮十二个都点点啊，为边啊，行去迄个海关的关口，上边啊，迄个关，因为伊几个口嘛，上边啊遐伊也未开一个，伊就两个官员的，因两个官员的底下开一个关口，让阮快速通关这样子，我阮较紧过。结果无到十分钟，阮十二个人，伊嘛拢无甲阮问啥，都看，都拢还过，还过。就也没有问我们什么事情，啊，无啥物检查着，就拢过啊，十外分钟就拢全部过关了。啊咧，啊夫人就讲，较紧的哦，剩无加二十分、十几分尔，那无较紧的哦，到时候分析也一样搭不上哦。哦，大家都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结果哦，走爱走到踢坏无咧柜台，为 A 要走到踢吼，我含看着踢都无看着，足远的，咪看几百公尺哦。哦，我就想讲惨啊！哦、我行到死的时候，我靠着伊钻着啊，袂行啊！啊，拜者，啊，结果我都讲惨嘛！啊，我安尼吼，我一定没有大，我一定我卖讲叫我用走，我用行，要行到天，我可能唔知行二十分行会到。结果伊就咧想讲，天啊，你来帮助我，不要让我抵累着，莫我袂坐坐不上飞机就惨了。后来吼、哦，雄雄啊，一个乌人的警察啊，甲警察甲我抓咧。吼、哦，错一条，我甲问讲，啥物代志要创啥？伊甲问讲，啊，你是要去对？我讲我要去替换，要坐无人机啦。伊话讲，你安尼袂到位啦，你安尼要行到当时，伊就叫我去坐接驳车啦。我讲啊，坐迄会使甲替换无吗？伊讲会啦，叫我紧去坐迄、那個。哦，我讲天公伯嘛做帮忙的吼、哦，我卡卡个，我计想讲看袂，这去苦恼说怎么办呢？虽有派一个天使甲我指明迄、那个。快速的道路安尼吼，我就停落来，就不爱行呢吼，我就伫遐炸讲台湾民政委慢行，结果我搁炸四五个行比我较慢呢。我刚刚伫遐炸讲，我们不要走了，我们坐那个接驳车，较紧的，咱来坐遐较紧。结果真正，我就足顺利搭上了飞机，然后大家在雷根机场就很顺利的，就大家底下集合，然后顺利通关了吼，就是。这就是阮底下拍照，要出去的时阵底下拍照吼。然后阮就去到遐的时阵，我暗时我八点外哦，我真暗嘛吼。然后我们就大概就三个一台计程车坐去文华饭店。文华饭店都开始吼，伊嘛唔知影咧，讲甲咱挂中华民国的国旗咧。哦，阮就甲伊讲，唔对啊，你挂唔对，我不是中华民国，我是台湾民政府咧。伊尾啊，佫甲咱挂，这安尼可能看无吼。伊敢挂台湾民政府旗跟中华民国国旗，我就跟我抗议啊，讲不对也不对，我们跟中华民国完全没关系。伊已经是流亡政府，结果伊就紧个搞阮改哦，伊嘛真配合我们，真的只有改我们的旗子啊，这是华盛顿 DC 特区的旗子，这是饭店的旗啊，而且是美国国旗，所以吼、哦，他美国那边吼、哦、饭店吼、哦、配合度非常不错，啊日本吼、哦、都。拢唔敢甲咱挂，日本的饭店吼，拢总无爱挂国旗，这都是足遗憾的所在。啊，美国我们觉得去那边好光荣，足光荣的哦。去咱的旗啊，既然敢挂咧，伊的迄个那个，我们才三十个人，伊就将咱的旗拢挂起哩呢。吼，阮大家拢足欢喜的，大家拢拍照留念。啊，这都是饭店的大厅，
论念大厅吼，咱一寡同心吼，都直接底下迄个拍照留念。咱的副议长嘛有来哦，直接留念，你冇去啊？我副议长底下，咱众议院副议长。哦啊，这啊过来隔一天呐、啊、吼，因为迄天去就八点外嘛。啊，大家去个 check in， 入去个饭店嘛，九点外啊，叶组长提早去，哦，做好个啊，叶组长先去啊，甲咱准备暗顿吼，大家甲咱准备一个足大个汉堡，好咱迄日个暗时吼，都还有东西可以吃，无咱想讲去到遐暗暝忙啊，敢毋知要对找食物件，哦啊，然后隔一天吼，阮会知影，透早吼，大家虽然咧透早拢五六点，大家拢走出去踅踅啊，呢踅因个国务院啊，踅白宫哦。然后下昼两点，就讲要来四季酒店，所以十二点就集合。啊，这是四季酒店吼，我要去进前吼，因的工人吼，因的员工就将咱的迄个国旗给咱插起来。你看，这支吼就是华盛顿特区的旗子，这英美国旗啊，咱的迄个台湾民政府旗，吼、哦，这吼都很。足巧合啦，咱来翕着这个足无简单嘞吼，都互大家看讲，伊嘛足注重我们吼。另外啊，咱的市长吼，伊就底下讲，哦，你看，伊就底下个指个给大家看，他很高兴吼。然后啊，这就是咱同心的陆陆续续来嘛吼。然后底下拢底多靠拍照合念呐，留念。哦，你莫想讲插旗也无啥，你要去饭店，旗也要甲咱插吼，那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嘞。那是因为吼，咱迄个叶组长因后生伫迄个饭店内面的员工啦，伊内面伫遐上班吼，伊甲咱接洽。吼啊，然后因伫遐拍照的时阵，一寡因的游客啊来，足趣味的，就甲咱伫遐合照吼。吼啊，这都是大概要去酒店迄个时阵，要去酒店迄个时阵，吼啊，这都是咱的主席，咱的曾根主席。即边咱酒会吼，伊出足侪钱哦，伊上无出十万块以上的美金。那酒会足贵的，咱改造迄场地至少要花20万美金哦。哦，那咱咱民政府中央办公室倾掉十万块，啊，咱的主席才要甲咱出一半，出十万块。伊是一个日本的医生，当初伊是伫台湾读医学院，后来去日本读医学博士，医学博士了伫日本行医，搁伫日本开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哦，啊，伊做咱做幸运，邀请伊来做咱的主席，伊嘛足好个，足热心呢。咱若有只要有困难的时阵吼，出钱吼，伊绝对拢无推辞的。哦，所以即届伊还甲咱出10万块美金的呢。啊，伊嘛亲自参加即届主持的迄、那个咱的酒会主持人哈，咱的酒会的迄、那个算讲那个主人了哈，我们酒会的主人。哦，啊，这就是咱要去酒会。要去四季酒会哦，这就是咱迄个场地啊，吼，大家底下，因为阮足，因为咱是六点嘛，啊，所以阮两点外就去啊，去啊就是要先迄个布置一个场地嘛，吼，大家去遐布置场地，吼，即地内面有写咱那个台湾民政府那个台湾 Cyber Government 的迄个招牌，可能记得较清楚吼，台湾 Cyber Government 招牌，啊，那会知暗时。六点到九点，哦，这他就把我们写出来的，就是我们是给大家证明讲，咱是真正有去遐开迄个酒会，连酒会的招牌都，我们都把它拍回来给大家，吼、哦。啊，由于吼，咱足早就去啊，啊，迄阵伫台湾拢无想到要准备节目啦，只是讲去的时阵，咱惊会冷场啊，吼、哦，因为我们。完全都没有排节目，啊，然后我们每方方面主持的伊嘛，听讲无甲咱排节目，所以吼、哦，咱高三的一挂朋友啊吼，都底下临时准备一些节目，临时哦为网络掠迄个歌词底下练唱，啊好甲在因都要炸这字幕去吼，哦，哇足轰动的啊，哦，迄美国的报纸拢敢若报因这穿高三服装的人，哦。咱底下练唱的状况哦，因为主席嘛，跟咱底下练唱，因提早起拢想啊，赶快排一些节目，惊冷场的比较好像不好哈。啊，美国吼，这個、酒店方面的员工吼嘛，最好哦，叫咱早起机要改乌加做整齐的做平哦，吼，咱早起拢有小号折痕嘛，表示因拢做慎重，做慎重咱即届活动吼，哦，啊，就大家拢底下讨论了哈。
哦，啊，这位先生就是美方哈、哦，这也是酒会的总策划人员，哈、哦，伊嘛做早就去，伊两三点就去啊，伊就跟咱底下讨论讲，咱的程序要安怎走哈、哦，啊，在布置，这就是咱的副议长，哎，我们这是我们副议长正副议长一起的，跟在底下布置一个场地，哦，啊，大概底下练唱练习唱功，万不然等下呐。那无啥物节目个时阵，就大概赶快自己临时找个节目这样子，哦，差不多安排就绪啊，吼、哦，机啊拢挂起啊，拢挂好啊，哦，这是酒店方面，哦，这是主席总会长，好、哦，啊就开始啊，才六点到了，啊，我们大概都拢有安每个人安排家己的工作跟站的位置，那、啊、好、哦，然后。如果进来的是来宾的话，我们要怎样去招呼他们？这样子，对，在比台北的酒会喝足济哦，台北酒会完全吼足济种状况外，咱第二边都准备的非常不错了哈。哦，那个主席啦，哈，高沙，这是我们高沙主席，这是夫人，这是副主席潘信行副主席，这是季教授哈，也是德国，他是德国一个教授，德国教册啊，伊。伊不也看到秘书长网络的这个我们的教学哈、啊，我们的民政府网络，所以都毅然决然为德国登来台湾，跟咱秘书长一起奋斗呢。伊刚头路死掉登来台湾吼，做民政府的代志。说啊，这是咱的高雄州州长。哦啊，然后我们的贵宾就一个一个来了，一位一位进来了。哦，大家用足欢喜欢迎他们过来。哦。很多这个就是这贵宾哈，都是美国他们五大院的那些哈、哦、国务院呐、啊，哦还有那个一些那个国务院那些，还有司法院一些那些官员来参加咱的酒会。这位女士啊哈，因为我介她去到哈，我知伊是国务院上班，因为我刚问嘛，问讲啊你在哪里高就？伊讲伊伫国务院去上班，伊跟先生这位来参加咱的酒会，伊足早就来啊。啊！伊演讲看了，伊就离开啊，表示他是真的来观摩我们的演讲而已。好、哦，陆陆续续有很多那个美国的官员，还有那个，还有一些那个有，我知道有一个日本，嗯，日本哈、哦、驻美国的代表哈、哦，还有韩国，还有印度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外交人员都有来参加，因不一定是讲因的大使啦，有可能是因外交部那边的工作人员哈、哦，代表来参加安尼哈。啊，这是我们的主持人 Scott Schumann 哈、哦，伊就是这个咱的主持人。一看到伊无穿衫，惊一跳安尼，迄就是咱的周金龙先生啦、啊。还要给握手，伊敢向向看。哎呀，那走一个迄落。哦啊。哦，那这两位先生跟小姐的、就是伫咱门口那边吼，去赶做把关的，就是因有邀请函，然后又在我们的名单里面的那个邀请的人士吼，我们才会让他进来。啊如果不是在我们邀请人士里面哈，我们可能就不会让他进来的哈。而且王州长哈，应该跟美国官员底下交换名片，然后交换意见。哦，我们每个人进来就是讲不爱好领场了哈。每一个人一来几百，我都一个人赶快进去跟他们哦，跟他聊天这样子。啊，这夫人呢哈，跟大家在跟他们美国人在交换名片。季教授哈，他英语最好了。外语能力很强，还有有一位先生的对姐，哦，依然讲华语嘞，讲到足好诶。然后我们节目开始了哈，主持人开始了。这一位先生，我现在这一位先生就是国务院一个摄影记者，伊第一届时喏，伊第一届伊嘛，我们录影带里面也有他，他也有去帮我们拍照。这一次他又来呢。哦，我们就黄爷讲，哎、欸，我第一遍看到伊，伫录影带里面看到伊，第二遍伊过来哦，这是美国国务院里面一个摄影记者，这位先生哦，伊翕到偌认真嘞，他拍了好多，哦，然后我们就邀请主席开始上去讲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了。
好，我即马甲大家报告一下哈，恁可能拢有分到这本嘛哈，这本都是主席无晓，还是高级班改本，可能高级班改本，这本都是咱即届主席去那边那个发表的那个演说，我今我等下甲大家简略的介绍啊哈，讲伊讲什么，内面讲什么内容，所有的来宾大概有78位左右。包括迄个伊的服务人员，安尼有78位，毋是员工，毋是酒店员工哦，所有来宾。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送他这些礼物，还有送他一些礼物啦，然后基本本这个兼一挂礼物，每个人都有，就是含计价啊哈。为什么我们要送他这些东西？因为咱去的是要发表这个言论嘛哈，这些论述嘛，宣告嘛，所以咱回家物件，因登记盖因甲咱宣传，甚至因的记者有甲咱订伫因的报纸内面，伫洛杉矶的迄个时报内面嘛订啊哈。啊，咱主席底下演讲，他就是把那个内容哈，好啊。我等下甲大家报告讲主席讲是啥物啊吼，啊，即摆就是要甲大家，我头拄仔有讲嘛，讲咱迄个7月4号，2010年7月4号，美国华盛顿，美国邀请我们伫华盛顿设立一个办事处嘛。咱酒会完了之后，隔一天，咱就去参观我们的办公室了。啊，以前呢，拢没有拍照回来，我们都只有在纸上看到说哦，办事不是啊，即摆吼，我好大家看，即届我去做用心的吼，给拍回来。这就是咱的联，这间就是美国 DC 的联邦大楼1250号，那什么路哈？我突然记不起来，我那个路我也不会讲。啊，我的1250号，它那个门牌是1250，然后这栋这几栋就是拢伊的联邦大楼，伊所有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伊拢会伫迄个国家设一个平民政府，然后他设一个平民政府，也邀请一些国家他认同的那个团体。伫伊这办公室设一个办事处，就是做一个联络处啦。伊美国总统啊，是美国政府官方有啥物代志要甲因迄国家联络，伊会甲这内面的一个，咱嘛是有一个，我们也有一个那个同心派在那边啦吼。啊，有啥物代志也甲讲，然后他就把事情传回给秘书长，然后就当一个联络处这样子。像迄个伊拉克平民政府因嘛有内面哦，啊，像麦克阿瑟当初。怕赢日本的时候，伊嘛伫日本设一个平民政府。当初因日本嘛是有直接设一个办事处啊，哈，哦，而且是外观哈，我们在那边拍照的。过来，这都是内面，因为这内面一个会议室，对我甲他报告，我要入去迄间办事处，唔是遐简单哦。都开始哈，那个夫人伊爱先炸进去，搁炸收拾去，然后先去伊有两伊，底下守卫是军人守卫呢。穿兵服的炸枪的底下所谓呢，然后先摕去遐互伊看，看讲无问题啊。然后伊甲互阮叫阮的人陆陆续续到场。我们去每个人都要带我们的公民身份证，好，咱台湾的 ID 去，台湾嘿，咱台湾的身份证去甲因迄所谓遐互伊看了，拢经过电脑测试了，伊拢会拍一张迄、那个单，阁无炸过，拍一张迄、那个。你看，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带一个白色这个，他会带打一个名牌，他就照你公民身份证里面的名字的资料拍好你，然后一张单都要打在胸口，打了了，然后才可以过第二关。第二关伊拢给检查 ，OK， 没问题，伊过来看你有炸什么物件，拢袂使炸物件入，全部就是你顶多带一个钱包，还是一个护照那样，啊入去了，伊刚好你。过第二关，甲因坐坐对去你的办公室，所以他也守备得很严格，因为你想迄足侪国家的办事处拢伫遐，袂使万不如你若有一个迄落恐怖分子入去，安尼伊就惨嘛对吧吼？啊，咱入去了，伊每一楼拢有一个会议室，每一个国家如果他们遇到临时事情要开会，他们可以借用这个会议室。会议室伊办公室拢足细间的啦，一间啊一间啊尔啦。哦啊，然后会议室就大家共用啊，呢，用租借。哦啊，阮就是改，阮去30几月就改租借这个会议室啊，吼。啊，夫人，这是夫人啊。啊，这是我们总会长，这是本人啊。本人，啊，这是我们的主席啊。啊，我讲的政治到阿公就是伊啦。
哦，伊个政治的阿公，伊就是吼，都开始秘书长弄出来演讲的时阵啊吼，啊，其实我们实在足欠钱的，每一届咱要去找一个场所演讲，拢嘛爱共租金，爱付钱，你知道？啊，拢嘛欠啊足艰苦的，你知道？啊，政治的阿公，伊是一个高中退休的老师。伊讲伊有塞卡欠，伊讲遐济岁，你想伊要欠200几万嘛，无简单啦吼。因为年纪那么大，也表示退休很久了，啊，伊就欠200外万。啊，伊去看秘书长看看，讲，哇，啊，你这拢无钱，你是要办什么代志？伊讲，伊就讲，啊，无我来做你的账房啊，账房就是专门去替装钱的，无钱爱想办法。听讲伊200几万拢开了了，无钱拢装伊的钱的款。然后，因为我们去演讲都是要费用嘛，所以秘书长也很尊重他啊，伊拢叫伊阿公啊吼，所以他是我们里面的老大，比秘书长还老大。啊，这次咱办公室诶，迄个内面办公室足细间啊，每一间拢共款哦，毋是干咱尔，咱搁内面算讲较大间一撮。阮对面迄比咱个搁较细间，我有家迄个拄啊开门出来，我有家看者讲哦，比我们的房间还小，不过哦很贵呢。租金一个月台票10万块呢，哦，搁付几年啊？你想，我们也付得很辛苦呢。这的，你好，啊，这有下者哈，台湾平民政府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处，我可能下一张比较清楚，这张较清楚。台湾平民政府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处，好，啊，这我每一样去，因为好不容易去到遐嘛吼。下一次唔知啥物时阵够好去啊？无定迄阵咱已经登来台湾，即间办公室可能就取消了嘛。咱若全部执政的时阵，就移回台湾了嘛，就不要这个办公室了嘛。啊，大家去拢嘛底下拍照留念了吼。哦，每个人，头大家看，我30几个吼，轮流进去，一次3个人，3个人进去拍照。哦，再副一张，这个。哦，这我们就大家在那边拍照留念。哦，大家欢喜加呢。哦，坐10几点钟的无人机，足辛苦的，足艰苦的，但是嘛真欢喜啦吼。哦，所以即马拢能看得到啊，拢真正有迄个办公室咯，真正有迄个实体的物件哦。迄个毋是讲讲做嘴讲的，嘴讲的安尼尔哦。哦，这拢能看得足清楚的哦。哦，啊，主席足欢喜的，伊讲吼，前一天迄会，迄个我们开那个晚会吼，足成功的吼，啊，所以足欢喜，伊阁特别留一天落来，然后甲咱做伙去参观迄办公室。伊讲伊嘛第一遍来参观迄办公室啊，啊，所以吼，伊就大家摕机啊，大家伫遐签名拍照、签名留念，表示吼，讲第二次的酒会非常成功吼，这就是外面的那个，这就为对面啊，咱的。那叶州长从对面拍这一栋大楼的外观呢、啊？好、哦，阿、啊、哥，这好，迄、哦、就是这个酒会状况啊，哈、哦，好，大家看。然后我今麦过来，个大家简略的介绍下那个哈、哦，过来，那后都要讲的，就是讲哈、哦，台湾滚到美国民政府的解说了哈，讲、哦。台湾民政府是中心伫美国本土的台湾美国军政府一个机构，这是一个美国本土的一个政府机构哦，哈，这是一个政府机构，所以咱要看清我们台湾民政府，这是在美国他们本土来讲是一个政府机构，伊真正名称应该是台湾滚到美国民政府，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伊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第23条的规定。嘛是以征服者的占领义务所设立的咨询机构哦，所以呢，伊的一切软硬体费用本来就是爱予占领方的美国国防部应该筹拨，并不是由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去张罗。我直接就是要先落安尼，先落咱安尼讲，就是因为咱从2006年到今嘛。咱已经行到很辛苦，很辛苦。你想哦，直接咱就是要甲美国呼吁啦，讲哦，你美国哦，你当初占领伊拉克的时阵，你嘛伫伊拉克设立一个平民政府。你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军事政府，你嘛拨
拨经费给帮助，帮助因安怎去，就是成立，就是他一定也有一些那个行政费用，他有拨款帮助他们嘛。啊，咱呢，咱为两千零八年二月七日成立民政府到现在，你美国方面呢，拢总无甲咱帮忙着。咱呼吁讲吼，你既然有承认咱啊，嘛有赶快伫甲伊拉克赶快拢底下设一个平民政府办公室啊，你。我们也呼吁你们应该比照伊拉克模式拨款给我们，后来台湾民政府，因为我们爱做行政人员的干部训练，并且呢，我们呼吁讲吼，你美方呢、美方呢，你要协助我们来教导我们呢，的同心，那上过可说的同心呢，爱教阮训练，像恁去训练恁的公务人员，赶快教阮训练，教阮安怎训练阮的同心，和阮未来的公务人员呢。做执政的一个干部的储备人员，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我相信吼，我家来上课的同心呢，伊绝对可以接，可以受得起你们美国训练恁公务人员迄种训练方法，我绝对会接受的。所以吼，我嘛呼吁美方哦，我相信美国他们也有在监控我们这些所有的上课了哈，你们也应该哈来帮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走的也很辛苦了。你再不伸出援手的话，那我们真的不晓得下一步走的要怎样走，唔知要安怎个行落安尼啦吼。即只吼，曾根主席有甲咱讲，即只吼，曾根主席就是因为在这一本里面啦吼，曾根主席有甲咱讲啊吼。一只曾根主席主要是会中的，我怎啊个报告就讲，咱即个演讲会足重要，即个内容啦吼，就讲咱演讲会即个内容，就曾根主席又甲咱讲，日清马关条约了，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澎湖领土的主权，日本政府皆有具备台湾群岛的管辖权。太平洋战争了，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群岛的管辖权。但是呢，日本天皇并无被要求放弃台湾群岛领土的主权，所以呢，日本天皇的台湾领土的主权至今也无变哦。旧金山合约嘛写得足清楚，即写落来写到日本政府佮日本天皇这两种，我着大概我直接要甲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吼，伫清朝的时阵呢，清朝佮日本伊着只有战争嘛，只有战争清朝。伊怕输，清朝怕输了呢。伊妈伊有签马关条约嘛？签马关条约了，伊清朝都开始伊个条约有写讲吼，你若有迄个记忆卡的时阵吼，那个可以 copy 没关系。迄、那个伊有写讲，都开始是写讲，伊要将奉天甲台湾平哦挂牛吼日本，但是呢，当伊写这个条约出来了，英国甲苏联跳出来抗议。伊讲吼，奉天就是咱讲的，即卖讲的东北三省，以前叫奉天。伊讲奉天是你清朝的领土，你袂使割让啊，吼。然后，但是澎湖甲台湾是扩殖地，伊扩殖地是比殖民地搁加一级，伊就不管了。他伊个要求讲，你奉天不可以割出去这样子。所以呢，日本就将奉天搁还清朝。当然，清朝伊嘛用足侪黄金甲换回来了。所以直接就用证明讲吼，国土是不能割让的。不管你是因为战争啊是安怎，你的国土就是你的国土，拢袂使割让。就是上一次的那个进前迄个江苏有讲嘛吼，伊讲国家你也用割让，安尼就拢用灭国啊，大家拢相拍，拍到尾也剩一公尔，上赢迄个剩一公，拢共占到尾也剩一公，安尼哪会使？所以吼，伫国际法甲办公国法内面，就规定讲，不能因为战争。的割让你把你的领土割让出去，所以领土是不可以割让。直接对应证明，讲伫马关条约都开始的时阵，清朝伊有要将奉天割出去哦，但是那个英国跟苏联跳出来抗议了，的日本就讲敢协议，吼、哦，所以啊是安怎台湾个朋友伊也使割出去，因为台湾个朋友是清朝迄阵是扩殖地，比殖民地搁较低，啊所以也割出去了吼，伊、哦、毋是清朝的国土嘛，所以也挂牛。啊，迄阵就写讲吼，就是讲大清大皇帝，伊将台湾甲澎湖挂念吼大日本大皇帝。我讲的拢是大皇帝哦，但甲日本无共款哦。即卖所谓日本政府，
就是麦克阿索占军事占，其实日本有去予美国军事占领七年哦、喔，可能咱拢唔知哦、喔，咱中华民国历史拢唔爱甲咱教过，所以直接咱讲的是种正确的国际历史啊吼。伊有伊迄阵甲日伫短短数间四五天里面，甲日本的宪法改做改掉，改成台湾日本平民政府。尤其呢，伊安怎改呢？伊将伊日本变咱讲的小日本啊。日本平民政府的人讲小日本，跟大日本是完全无共。伊小日本，伊的领土、伊的管辖区，干呐北海道、九州、四国、本州四个岛，其他日本所有国土拢都互割掉。但是人讲国土不能割让嘛，对吧？伊是互军事占领。有一天日本嘛会使退回来，但是迄天应该是即要到啊啦，安倍晋三已经起来啊。过来就是讲吼，即摆就是讲吼，因为台人台湾甲平壤都是吼日本，因为马关条约割给日本嘛，啊日本伊就开始管理台湾嘛。伫1937年了的时阵，日本就实施伫台湾实施皇民化嘛吼，皇民化了就开始管理台开始经营台湾啦。但是尾啊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就战败嘛，战败了就伊也无法度啊。就也国土的被四分五裂这样割出去了嘛，啊，所以呢，日本迄、那个因为麦克阿索伊亲自去日本，去日本接受投降嘛，但是台湾伊就派蒋介石来遮接受那个日本那个总督的投降，不过照讲啦吼，蒋介石集团伊爱跟麦克阿索赶快军事占领袂用超过七年啊，你七年了伊就爱退出啊，但是呢，蒋介石因为中国大陆沦陷嘛，伊就无法度回去。伊讲一直甲美国借台湾，是安怎？伊当年拢爱买军购，其实等于在付美国租金呐、啊。照讲伊就爱离开台湾，然后在台湾设立一个平民政府。伊爱甲日本共款啊！你看麦克阿索嘛，伫日本设一个平民政府。照讲蒋介石来台湾嘛，是爱安尼啊，以国际化、战争化一定爱安尼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台湾人最悲哀的一个一面。啊，搁美国啊！伊嘛急点点，其实他应该提出抗议，但是美国他也拢点点，伊拢无爱讲是安怎，因为吼，咱高沙族迄阵作者敢死队，日本迄阵伫咱台湾征兵嘛吼，伊实施皇民化了，伊我等下讲吼，等一下会讲到1945年的代志，伊都开始咱台湾人袂使做日本兵，但是一直到1945年的时吼。伊有办法一个诏书，伊讲要将台湾做变成他日本国土南部的延伸，所以咱台湾迄阵开始有机关，会用参加，会用参与他们大日本帝国的国会，所以咱有选有三个议员嘛，然后够咱用去做因的，用做因日本兵，所以迄阵做兵工是做公营的代志，啊，因为高沙族，伊迄阵有作者敢死队，忽然间开去，就他可以不回来，就是敢死队伊就是。到那个菲律宾那边，麦克阿索哈，有一届就是开了飞机到那个菲律宾那边，将伊的军事美国军事基地拢将的飞机拢炸平。麦克阿索唯一的那个败仗，所以伊作册的，伊很恨我们台湾人。伊讲你台湾人太是作者美国人，所以我在想啦，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当初蒋介石发动228事变个。个对咱台湾一寡咱虐杀吼，伊比讲激点点，可能伊嘛是想讲有一点报复的心态啦，所以咱台湾嘛足可怜的，替日本吼牺牲遐尼多，因为伊将咱当初的台湾人当作是日本人，他杀我们台湾人就好像在杀他们日本人这样子，所以他是一种报复的心态，所以咱迄阵吼台下侪人伊拢激点点，其实也是很可悲的事啊吼，这是咱的历史的悲剧啦吼。啊，因为吼麦克阿索伊迄阵，去日本的时阵，伊占领日本，伊将日本的迄个北方四岛割吼苏联，然后主岛割吼韩国军事占领，台湾割吼中华民国蒋介石集团占领，琉球的伊美国军方甲你美国军事政府亲自占领，所以日本的国土就四分五裂安尼被割出去了，干那存四个岛安尼尔嘛吼。这嘛是讲吼，啊，佫有一项啊，伊个因为麦克阿索伊嘛足惊日本的大帝国的复苏，所以吼，因甲日本拢改教，吼，日本即马拢足惊，
变成日本一种错误的洗脑，好，因日本政府吼，就是因的平民政府吼，诶，百姓的教育嘛，足偏曲的。即马你看因日本人嘛，拢足惊死的吼，无像迄边完全所有的日本精神完全拢无啊，干人够趁钱，啊无得拢安尼吃喝玩乐，都是这方面比较多了吼。所以，因日本的平民对因日本古早迄个历史的辉煌的历史拢唔知影啊。尤其因即马吼，既然呐，因当初是世界第一强国，结果他们连现在连共产党都怕得要死，他们连怕共产党都拢含共产党都惊一惊。当初因是上届无惊中国人的呢，他说中国是一个病猫啊，哈，是袂够讲即马惊共产党惊个呢。好佳哉啦吼，安倍晋三起来的时阵吼。安倍晋三首相，伊是一个做智慧的领导人。伊知影，伊拄开始伊嘛毋知影。伊有一间吼讲要走去苏联，甲迄个普丁讨北方四岛。普丁甲伊讲：“你凭什么来甲我讨北方四岛？”伊讲：“北方四岛是阮日本的领土啊，啥那袂用讨啊？”吼，伊讲：“哦，你等一个读册，读，甲来甲我讲，回去读国际法。”后来又派伊。也派也走力来跟咱的林志升秘书长，那个沟诶、来跟咱询问啦，跟咱问。秘书长有将规套的国际化甲讲，伊甲知影，原来伊当然伊无资格下套，啥物人够资格下套？大日本帝国够资格下套啊！因为伊即马是小日本啊，小日本是平民政府，伊管区的四个所在尔，四个岛尔，你都爱修宪。修改你的宪法，变成大日本帝国迄个宪法的时阵，你才有资格回去去讲讨北方四岛科主岛科台湾讨琉球，够可能安尼啊？哦，原来他还知道，原来因日本嘛拢去予美国骗的，因嘛拢唔知影嘞。现在他们总算醒过来了，因为咱这三年啊，每年拢去甲叫啊，每年12月20号，咱就走去美国拿这个旗啊。去甲天皇讲，你也会记得阮呐、啊？阮台湾人是恁大日本的人呐、啊，不要忘记我们呐、啊！我每年这样回去叫他们，总算这三年把他们叫醒了。哦，好搞在，因为第一届有法度拿除了日本旗以外的旗入去，是咱台湾民政府旗。拄开始，阮第一遍要拿入去，伊无爱互阮拿入去呢。我那阵都开始嘛讲，吼、哦，大家炸嘞，讲要想到换机啊，因家因的机啊，咱嘛家咱的机啊，都拼死去啊，要干做伙一面，给你摇旗这样子。结果因的警察拢敢炸来讲，全部把我没收，都不可以拿进去。我讲啊那安尼，那袂使，啊尾啊都大家拢收起来，摕去车底。后来啊，因为咱要去进前啊，秘书长都写一张批啊，吼，拜托因。那皇宫里面的某一个人哈、哦，就是有熟悉的人提起张批去哦，日本天皇啊，改讲是讲我们这次要被改祝寿啦，哈、哦，一些就是祝福他的话，然后我们就是代表民政府的啊，迄个后来哈、哦，可能日本的朋友还是宫内厅的人，甲敲电话出来改那警察讲，阮会使举旗啊去入去呢。阮惊一条，讲真个会使举，已经惊到一半啊，佮教阮讲阮会使举啊。哦，阮着几下人后壁，佮赶快跑到游览车里面去举一大杯旗啊，摕去啊、哦，叫大家举咧啦吼。然后后来他们日本旁边的人就好奇，阮拢举安尼嘛，伊讲啊，阮这是啥物旗啊？啊，伊阮就甲伊解释啊，哈，我们一些会讲日语的人就甲伊解释，伊就讲，哎、啊，伊嘛要举啊，啊，我伊嘛要举啦，哈，啊，阮就讲，因为阮的咱日本旗足水的嘛，吼，咱家做甲足水，应该日本人的旗也是做做的，很粗糙，哦，所以伊嘛足爱咱的旗啊嘛，吼，啊，阮就讲，你也要举恁的旗啊，你嘛爱举阮的旗啊，无我无爱互你，结果伊就两支旗啊做伙举啊，所以阮吼迄阵早。可能他炸七八百支去，拢分了了。所以阮干那迄阵还要百外，实际上你看，哦嘛，我们的台湾的旗子一大片，其实也是日本人帮我们摇旗呐喊的。哦，还啊，所以三年大概拢安尼去哦，总算把日本天皇叫醒了。是啊，所以你看安倍晋三，伊即马怎样好修宪啊？啊，修宪过了，伊第一项安倍。晋三，顶个我昨下做一个看到电视呢，
写一个讲安倍晋三，伊毋是真正要拼日本的经济，伊是要拼大日本帝国。哦，我看到迄讲，哎呀，哦，我好高兴哎，我总算他们醒过来，总算有一个人醒过来了呢。哦啊，当然，伊一个醒过来，就表示他们大部分的日本人都知道了啦吼。伊既然伫台湾有这个有新闻安尼报，伫因日本可能嘛报较足大，尤其咱即届去日本的时阵啊吼，哦，日本因的疫情第一遍哦，伊将咱这个机啊，拢总敢涂红色的报纸，拢无爱互咱上报，咱就去遐抗议讲，你那将阮的机啊拢涂你们日本的红色旗。啊，因为吼，咱拢有一粒头，因日本的旗啊无头，结果咱看到知影红的内面有一粒头，迄就是咱的旗啊，规片拢咱的，咱都起来抗议啊。第二年，咱就去因的那个电视台给抗议。哎，第二年伊都唔敢，都真正拢甲咱用出来。今年嘛，佫拢用出来，伊都唔敢甲咱全部涂红色的，所以抗议有效。阮旧年吼，旧年是去游街呢，去日本游街。日本游街唔是遐简单嘞，事前拢爱先申请那个路权。我日本人足侪人对阮去游街嘞，啊，然后我们在那边喊口号啊，日本人嘛，跟我们这样一直喊口号，所以抗议有效啊。所以第二年伊都唔敢甲咱全部涂红色了。啊，今年佫愈趣味，讲日本的报纸啊，佮美国秘书长有看到讲，哦，足侪人拢报咱啦，因为咱百几个人全部穿西装，然后都穿得很整齐。欸，阮外套拢无穿嘞，好佳哉，今年足热哦，今年吼只要加五度，旧年拢寒到皮皮准，所以阮穿西装袂寒，啊，就足整齐的。因日本人，美国那个记者拢拍我们啦，哦，都结果，所以我们这个很整齐，这个服装进去做亚裔，讲哦，台湾百几个人去甲日本天皇祝寿，佮穿甲足整齐的，所以吼，这是一个足兴目的，比咱吼去看报纸开钱佫较好啊，吼，所以我们这一次吼，真正赚了很多钱呢，赚了很多报会的钱。你若去美国看一个报纸，可能嘛爱佫几啊百万，即个拢唔免开着遐钱。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好，哦，所以我即摆就是讲吼，所以迄阵才有讲啊吼，讲吼，日本政府伊有，但是伊日本政府伊虽然讲叫伊放弃，但是日本天皇并无要求被放弃哦，所以日本天皇他可以把北方四岛、主岛、琉球、台湾全部要回去哦，啊，伊要那退回去，因为伊即摆因为当初第二世界大战战输嘛，伊日本天皇的权力从悬空挂起来嘛。啊！伊变成小日本，伊都爱修改宪法，变成日本天皇的迄阵的宪法，伊都有机，伊都会用去套啊。所以安倍晋三即卖嘛怎样，伊去修改宪法了。只是因为麦克阿瑟迄阵是军事占领啦，伊要伊修改宪法是干几工啊？就修改宪法，但是安倍晋三伊即卖修改宪法确实很辛苦，已经一两个月啊，够阿袂过，因为伊有左派右派嘛，然后左派那边是。挖共产党诶，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杯葛啊！结果他这样杯葛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过哈。宪法过了吗？修改宪法过了吗？还没啦。本来是讲，哦，对对对，但是我嘛希望伊能较紧过，只要他成功，就是我们成功了嘛。伊只要伊成功一讲，宪法成功一讲，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成功了。过来。恁阁讲者吼，讲伫美国国务院伫2004年有释出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解密的资料，内面有讲吼，美国国务院伫2004年所释出讲美国甲中国正常化迄个解密资料，伊有讲啊吼，尼克森甲基辛格伊当时吼真正有意图想要将咱台湾卖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吼日本吼。伊知影了，伊随跳出来讲哦，伊讲《伊古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吼，日本政府虽然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台湾领土唔是周恩来甲金星子因所讲的无主国、无主的无主人的这个领土，伊唔是会使予人讲哦，先占先赢这个原则吼，实行讲单独还是联合瓜分占领，进而宣示主权这个土地哦？为什么？因为咱有主人啊，咱不是无主人，咱的主人就是日本天皇啊。因为吼，我可能时间这边讲，我讲较紧嘞。
1994年才有讲到。我用我的稿讲好了，因为哈，在迄个1945年迄个时阵哈，日本天皇虽然迄阵是战争的时阵，但是又发表一个诏书，伊哈将咱台湾个片哦，变成他们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这个诏书一正足清楚的，如果咱若要甲大家讲，这有图为证啊。这个诏书哈，阮就是第一届志工甲秘书长哈，阮想办法。因为当初足侪日本人要来拜访咱台湾民政府嘛，啊，咱一定爱送伊礼物啦，要送伊啥？送伊当初你的诏书，你把阮台湾纳入你日本国土啊，你莫忘记咧。啊，迄阵吼去拍板啦，我们想办法将这个物件去拍板。这个字体是日本天皇写的字体哦，吼，吼啊，阮吼用电脑拓板就开2-3万块，拍板了，搁去用电脑刺绣，干啦，这块布刺绣最少要600块以上，工钱无算哦。刺，迄、那个布钱啊，啥物迄个工钱，干啦刺绣，迄一字安尼算安尼，就500-600吼。我将这个物件送日本人来，我就送伊一个这個，叫伊啊会记，莫袂记台湾这块土地吼。啊，这就是这诏书，就是予大家看，这是真的东西啊。我不能将虚拟的物件，佮变成实体的东西，很辛苦呢。哦，所以大家看卖，这就是你要讲证明讲台湾啥物叫做日本台湾，日本土就是天皇伫1945年4月7日颁发迄个诏书，讲台湾正式纳入以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迄、那个诏书为证。以前有写讲朝鲜跟台湾呐、啊，当然一定是台湾啦吼，朝鲜那都先不要讲了啦吼。啊，虽然吼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啊，因为两粒炸弹，一定爱原子弹，一定爱投降啊，无就灭日本就去就被消灭了嘛。啊，虽然只有4个月哦，这诏书发表到日本投降只有4个月，但是只要有一天就是成立啊。所以我们变成那是日本台湾，这绝对是我们是日本国土，绝对是 OK 的，无可否认的，没有办法否决，因为在这4个月中间，无任何一个国家提出异议，所以我们是变成日本。他们正式纳入伊个国土，这是正常的。所以讲，日本天皇，那伊那修宪成功之后，他一定会来要台湾的，一定会讨台湾的，吼、哦。哦，啊无，因为歹势，我讲了想一个其他的话，无啊，我就先讲到这啦。咱下一次那有机会吼，我再搁讲下。再讲下一段了哈，好啊，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下一次可以在网络里面看我们的那个节目，好，谢谢。各位同心好，口休困，啊，老卡用餐，谢谢。